这个叫金钱鱼，它幼年比较小的时候，它是长辈。我你安尼要夹煞过哦，那厉害。我夹煞过。嘿。没。有啊，整个都在动呢。因为要偷给人家用鹅啊，人家偷鹅啊，嗯，让我们去偷，不要下来偷，要哦。啊！来，我没有手套，我没有手套戴着，因为耳环很硬。好，你的手套戴着可以去。手套帮我戴一下。你戴就好了，因为我手要控制开关。那你不用戴。嗯。那你鞋子要不要脱掉？鞋子脱掉。哎 ，lucky 呗 ，lucky 要背心呢？可以走过去吗？那你先走。哎，你小心要去抓鹅啊！手机放哪？来，放两个。爸爸帮你们找。爸爸。重不重？很重。赶快！快点，可以吗？还没。等一下啊！等一下啊！赶快，那手要发抖了，赶快。等一下啊！要不要？这再给送给你。而且我在哭泣，一定要用。好啊，唱歌。唱歌哎，他已经手在抖。巴郎的阿姑呐，一起摇啊手。好了没？好了。好，你站着好，我们要回去了。好，拜拜。我把头上去了。这古堡是相关的，要走向规划。来。可以踩一下。我们早上就是这样，整个早上，不过有踩脚，有时候是上班。有哇、哦啊，辛苦啊！重不重？那监工我做手提来了，好了。重不重？超重！哎、欸，换你去。啊。